这边有个石头的那个打头了，今天倒了。来来来，上个车给我顶点蓝子。来喽，马上马上，没脑壳了。没了。我去把右边那大炮顶了去了。好。打头了，大炮打头了。在脸上。车后车后打头了，确定啊，冒血了。一边跑车后面。打两下，有吗？打了打了，标点坡。金主标一标坡后，这个一标。不是把空投捡了？没捡没捡没捡，一标坡。哎，我帮你补了吧。不用帮我了。看到有人了。这队人应该没那个胆量。干炸了的车。我！怎么了怎么了怎么了？标点标点标点。哎呦，过于蠢了，哥们儿！一标还在是吧？对，近点坡，近点坡，没没有，一标近点，一标和我的正中间处，这个位置。给他纯把我压制完了。我说实话，他有点蠢。房子后，房子后。打了。丢回来，我丢回来。他这走了一走。我看开跑他走了，我看开的是双人跑车啊，我连房子里他开了个车跑了，刚才有人，对对对，另外一队的偷了他们一个跑了，我傻了，大那个一边大房中间有个大房打头了吗？我补了三枪死的。他们麦垛，他们右边那个麦垛有一个。枪不下。别动。哇，头都没了。叫什么意思啊？坏了，狗丝要记了。我操，接了发头，多碎点。特别倒。我不成儿，我比别人就多。你不多少吗？